电影《新天堂乐园》里面有一句话是说，人生不是电影，人生比电影困难多了。没错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个最坏的时代。人类从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，这个经济行为的改变，改写了人心，也改写了阶级，更改写了一个金钱游戏。到了21世纪的时候，金钱游戏变得要更大幅的改写。于是我从60年代到21世纪选出了一些我认为杰出的作品里面经典的角色，然后以社会心理学以及哲学的角度切入，希望为现代的文明病下一个另类的处方笺，也希望说喜欢电影的爱好者能够跟我一起来研究，一起培养从黑暗中见到光亮的能力以及洞察力，面对不安，让电影给救赎。